第一件事就是欣賞一下隻錶先。咁呢隻錶咧嘅重點咧，都係落喺個錶盤咧，同埋個字釘啊嘅設計啊。嗱，個字釘咧都有啲多面切割嘅，但係唔好忘記呢隻錶咧係入門嘅 Citizen。咦，咁都其實就唔錯喎。嗱，隻錶係 Eco Drive 或者叫 Eco Drive， 其實 Eco Drive 係正確啲嘅，因為同環境啊 ，Eco 即係 Ecology 啊嘛。嘅即係驅動啦 ，drive 即係驅動啦，有啲叫 spring drive， 有啲叫 eco drive， 咁勁啲喎呢個，即係光動能喎咁樣。嗱，型號俾埋你嘅男裝啦，40mm 嘅直徑啦，咁細秒針，咁但係錶盤咧就係啡色嘅，咁但係留意啦，佢就唔係純粹一塊啡色咁簡單，佢咧有啲咁嘅旋轉面就加埋咧，好似有少少幻透嘅設計，咁側邊咧就比較黑少少嘅。咁成個感覺咧，嗰種折射咧又好似唔錯喎。咁啊，細錶盤嘅做法咧，入邊咧亦都有唔同嘅一個 finishing 咯，叫做一個旋轉嘅坑紋嘅。嗱，隻錶有50米防水啦，鏈底，然之後一個兩邊嘅接扣啦，彈弓式嘅。咁啊，1300嘅底價，每口叫20蚊，有盒有證嘅。嗱，對呢隻錶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喺呢條片嘅留言區落價啦。注意每口叫價是20蚊啦，並且係現金交收嘅，同埋咧係需要親臨波斯富街嘅銀聯咧，同阿 Chris 交收嘅，多謝各位。